前，我觉得我们你们树德科大的同学真的太有才华了，谢谢，太会表演了。这个我觉得我们选手右边这个男生，你我记得没错，你是 Lady Gaga 舞蹈大赛的冠军，对不对？而且另外这个男生你也很酷，哎，中间就跳得很弱，你在他们两个专业的面前你跳得好弱、哦。来来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演艺二甲的刘伟霆、刘雅婷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两位很棒的 dancer， 谢谢你们。